好了，在这一边呢，我们要讨论那一个细滑 Form 4 2021的 final。Diagram show the intersection of y 等于 x 加 1，然后 x 2减6 x 加 8 and the straight line y 等于 4x 减16。Find the coordinate of the point of intersection。So 在这一边呢，这一题呢，它其实呢是要用比较特别的一种技巧了，就是说。在这一个是我 equation one，然后这个是 equation two，然后我 sub 我的 two into one 的时候，我就有4x 减16等于这一个 x 加一，然后 x 2减 6x 加8，然后这边我把4抽出来，它会变成 x 减4，OK，4抽出来它是 x 减4。然后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 x 加 e，然后 x squared 的这一个我也可以跟它抽出来，它这一边就 x 248减减，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一边呢，它有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我的这一个 x 减4跟这个 x 减4是一样的。然后我们你不能够直接跟它删掉，你直接跟它删掉的话呢，其实是错误的，OK。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怎样呢？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我把这一个整个东西全部搬过来，OK，然后这一个呢，它会变成 x 加 1，x 减 2，然后这个 x 减 4，减4括弧 x 减4等于0，然后我的这一个 x 减4呢，是属于一样的东西，就像我刚刚讲的咯，x 减4是那个一样的东西，这一个是 x 减4是一样的东西。我就把这个 x 减4抽出来，它就会变成 x 加 1，然后 x 减 2，然后整个减4，再乘上 x 减4等于0，就是说我的前面剩下 x 加 1、x 减2，后面剩下减4，就好像我们平时有那一个什么a，然后 x 加 y 加 b，x 加 y，然后它就会变成 a。加 b 括弧 x 加 y 这样的一种东西的做法，OK，这跟一个是类似的，从这边来这一边，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你就把它想象这个是 a，然后这个是 x 加 y，然后这个是 b，然后 x 加 y，然后它这个就会变成 a 减 b，然后 x 加 y 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一边呢，它这一个就会变成 x square 乘进去 x square 减 2x 加 x 减2减4，然后 x 减4等于0，然后在这一边它会变成 x square，然后加减 x 减 2x 加 x 就减 x 减 6，OK，然后我这一边 x 减4等于0，然后这一边我再来开括弧。然后 x 减4等于0，所以我就有 x 2三六，就加2减3，OK 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就可以找到我的那个 x 的 value 了，所以我的 x 等于减 2，x 等于 3，x 等于4，然后我的 y 呢会是等于这一个 4x 减 16，OK 4x 减16。4x 减16，4x 减16，so 这一个呢，它就会变成减8加这个就减24，然后这一个是432就减4，然后这一个是0，所以40是我一个点，3减4是我另一个点，减2减24是我另外一个点。好，来，在这一边呢，我们做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要检查答案，我怎样检查答案呢？用 Desmos，OK，在这一边我有这一个y 等于那个 4x 减 16，OK，4x，OK，4x 减 16，然后下面这个 y 等于括弧 x 加，然后再括弧，OK，来，在这边括弧。然后里面是那个 x 八减六 x 加八，好，你可以看到它在这边，像我们交界的地方就有
一、二、三，所以它的那个答案跟我们找到的这个答案减二十四，三减四跟四零是一样的，所以这一个就正确的，在这一边，我的这个的答案正确的，它是在这一边，然后还有这一边和这一边，所以这个的答案是正确的了，所以就可以了，所以在这一边我们的这一题就答对了，那就是那一个，不是，我按错点，它应该是这一个，这一个点还有这一个点，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交界的地方就是四零三减四跟减二十四，好，这一个有点像 Form Six 的水准了，然后如果你把它乘进去的时候呢，它会变成 cubic equation。OK，你把它乘进去变成 cubic equation 的时候呢，你在你的计算机那边你按那一个 mode，然后 equation，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 cubic 第二个，然后它也可以按它的那个号码出来的，但是这边我就不做了。好。因为很多学生他们都把它做成 cubic，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把它做成 cubic 了，所以它乘进去，然后乘进来，所以在这边的时候它会变成 4x 减16等于 x power 3，然后减 6x square 加 8x 加 x square 减 6x 加 8，然后我在这一边我把这两个搬过去，所以它就会变成 x power 3。减 6x 块加 x 块变成减 5x 块，然后过后呢，这一边 8x 减 6x 再减 4x，所以它是会变成减 2x，然后再来接着这边8减16，它会变成加24等于零，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刚刚这个 cubic 的时候，我就有 e 等于减5等于减2等于24等于再来等于。OK，我拿到的是四，OK，然后我拿到四之后呢，我还有拿到什么？三，你看，所以 x 等于四，x 等于三，OK，你看 x 等于三，x 等于四，然后它还有什么？x 等于减二，你看，所以它在这边它就可以拿到这些号码了。现在的问题是你怎样拿到这些号码呢？你就怎样可以从这一个地方拿到最后 x 等于四，x 等于三？还有 x 等于减二嘞，你大不了你就加咯，x 减四等于零，x 减三等于零，x 加二等于零，然后你就我看这样的一个挂符，对，又写 x 减四，x 减三，x 加二，你的老师就会觉得很神奇哦，你这一边来这一边，OK，就是这一边来这一边，你的 step 呢，OK，你的 step 呢，OK，这一个 step 呢是属于 form six 的 step，就是说你要找它的 root 出来啊，你不这样做的话呢，你就应该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才是属于 form five 的，才能够做得到的，不然你这一个是做不到的，怎么？好，来，接着我们看第二题这一边，他说有两辆车，他们start together in the same direction at the same pace，然后第一辆呢，它的 uniform speed 是50 km per hour，第二辆呢，它是30 km per hour first hour increase the speed by 5 km per hour each succeeding hour。Calculate the speed of the second car at the fifth hour。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就是你就心里想，它一开始是三十加五，三十五，四十五，五十，好，所以它答案是50 km per hour。不可以啦，就 A 等于三十，D 等于五，然后 T 五等于三十加。五减一乘五啦，然后它会变成50 km per hour 啦。OK，好，来，After how many hours will the second car overtake the first car？OK，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个呢就是SN，OK，它走过的距离是 SN，OK，就是说它在这一边它是 n 小时，n hours，OK，n hours 的时候。它会 overtake 它，然后现在呢，SN for 第一辆车呢，
它就是50乘以 n，OK，每小时50 km 嘛，n 小时就50乘以 n 哦。然后你就心里想，它第一小时走30，第二小时35，第三小时40，第四小时45，第五小时50嘛，它的那个距离是这样来嘛。所以我的 SN2 呢，其实是那个 n 小时 per 2，然后 2a 加 n 减1，dd 是5，OK，然后我的 SN2 大过那个或等于 SNE 的时候，就是它超越它的时候了。所以我在这边我就有 n per 2，然后60加5n 减5，然后大过等于 50n，然后我把我的这个左边乘2，右边也乘2，它就可以约掉。然后这边它是55，55n 加 5n² 大过等于 100n，然后我把这一个 100n 搬过去，所以它就会变成 5n² 减 45n 大过等于0。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 n 和 5n，然后 n 减9，然后大过等于0。所以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呢，就是 n 等于零，n 等于九了，n 等于零，n 等于九，然后大过是在这一边，所以我的 n 会小过等于零，或者是 n 大过等于九，这一个 rejected。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它的答案是九小时。所以在第九小时的时候呢，它会刚刚好跟它一样。OK，然后第九小时的时候它一样，然后九小时的时候它同样距离，就是说你就心里想，它50乘9，450，这一个是我的 SNE，然后我的 SN2 呢，它就会变成那一个什么九百二，2×30+8×5，这样，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这个末一。然后九百二，然后过后呢，2×30+8×5，然后我拿到的是450，所以它450，OK，它第九小时的时候它一样的距离咯，so 大过等于九的时候它是一样，然后它现在的问题是，after how many hours second car overtake the first car？九小时后，它就会 after 九小时了，所以 after 9 hour 了，所以答案是 after 9 hour。我觉得准准 9 hour 就不对，准准 9 hour 的时候是一样，所以你讲 after 9 hour 的话，这样会比较正确吧。好，来 find the total distance traveled by the second car while overtake the first car。哎，这一个已经找到了吧？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这一个是 C 的部分呢。周 C 的部分在这一边，我就找到我的这一个 SN2 跟我的 SNE，当它 overtake 的时候，将这一个就拿到了，将这一边就可以了，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这样，OK，好，这一个是 SNE，可以，所以我的这一个是它的答案，0到9，OK，好。所以是450 km，OK，就是这样。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一题，他说，express 这一个 in the form of 2 power ax 加 b，OK，在这一边呢，我们知道我有2、4、8、16、32，是那个2的家族，这个是2 power 3，2 power 4，2 power 5，这个是2 power 5，你看。我的二 power 三，它就变成八；二 power 五，它就变成32。所以我在这一边呢，这一个东西，它要我们 express in term of 那一个的话呢，它就会变成了二 power 一，然后32是二 power 5x，然后这一个是二 power 三，然后3x 减五，所以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二 power 一。加 5x 减掉3x 减5，所以它变成2 power 1+5x 减9x
减减加加16，所以它会变成2^4x 加16。它要你写 ax 加 b 的 pattern，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那个 a 是减 4， 然后我的 b 是16啦，就是说我的2^ax 加 b 的时候 ，OK， 所以这一个就解决了。然后其实是这样就停了啦，这个我纯粹只是多做给你们看一下而已。好，来接着这一边 log 16 log 4 show them 这一个东西，我的这一个 log 16呢，我就心里想它是 log 4 y 加2 per log 4 16等于这个 log 4 y 减 5， OK。 然后我的这一个 log 4 16呢，它其实会是等于 log 4 square 等于2 log 4 等于2乘1，然后它会等于2，所以这一个它会变成 log 4 y 加2等于那个 log 4 y 减5，然后我把我的2乘过去， OK， 我把我的2乘过去，我把我的2乘过去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了那个 log 4 y 加2等于2 log 4 y 减5等于 log 4 y 减5的 square，这个是 log 4 y 加2， so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 log 4， 这个是 log 4， 所以我的 y 加2会是等于我的 y 减5的 square， y 减5的 square 就 y square 减 10y， 然后 y square 减 10y 加25是我的 y 加2，我把这两个放过去，所以它就会变成 y square 减 11y， 然后减加23等于0，所以这边我们就 show 了。OK， 这一个我的 y 减5的 square 会是等于 y 减5乘 y 减5，所以它是 y 减 5y 减 5y 加25等于 y square 减 10y 加25， so 这一个东西还是这一个是在这边的这个步骤， OK， 然后这一个其实是这一边来这一边的步骤， OK， 我刚才是直接前平方后平方前后两倍再重量，然后如果你不能够一眼看到这个的话，你要面我这样来算，那个就太弱了， OK， 好，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看你的那个 Form 2 Chapter 2的基础了， OK， 好，好，来我们接着看第四题，他说他的 minimum value 是这个Express mx in the vertex form. Vertex form 呢，就是我们要做那个 completing the square. Completing the square. 所以我的这一个 mx 呢 ，OK， 会是等于 8x square 减 kx 减5减 k， 然后我把8抽出来，它就变成 x square 减那个 k per 8x。减五减 k 的八，然后它就会变成八，然后 x square 减 k 的八 x 加减 k 的十六的 square 减减 k 的十六的 square 减五减 k 的八。OK， 就是说我在这一边我拿这一个东西，这一个跟这一个其实是我的。那个减 k 的八就是这一个东西除二，就减 k 的八乘二分之一，就会变成减 k 的十六的 square， 所以这一个呢，它就会变成八，然后 x 减 k 的十六的 square 减 k square 的十六的 square，OK。这一个是这样，然后减这一个是五减 k 减五，它就直接减括弧五减 k 的八，十六的 square 我直接给它十六的 square 了，十六的 square 应该是256 ，OK， 所以这一个我直接写256会比较干脆一点，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它就会变成八。
x 减 k 伯16 the square 减 k square 伯这一个除法的话呢，它会变成32，就是这个八跟这个月，它会变成32，所以它是 k square 伯32减这个乘进去5减 k，好，所以在这一边我要把它写得更漂亮一点的话，它就变成八。x 减 k 伯16的 square 减 k square 伯32，然后加 k 减5，减 k 减减加加 k 减5，这就是我的答案了。OK，好。然后 hence find the value of k，他说它的 minimum value 是减20伯八，减25伯八，所以这一个会是等于减25伯八。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v 的部分非常简单，v 的部分呢就是你用这一个，OK，就是我的 v 的这个部分，这一个会是等于减25和8，然后我全部一起乘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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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这边约32，32约84，32，所以我就有减 k square 加32k 减。这一个32乘5，然后是160，OK，然后等于减25乘4100，OK，好，我把这一个全部搬过去，所以它就变成 k square 减 32k，然后加60等于0，OK，60翻成这一边这样，我的这一个 k equation，然后它是 quadratic equation e 等于减32等于60等于，然后30根2，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有 k 2乘30减减等于0，所以我的 k 等于 2，k 等于30，所以我的 k 等于 2，k 等于30，都 k 等于 2，k 等于30的情况之下。感觉应该都可以吧。OK，and if the graph find has find 哦，但是它要 k 小过5哦，在这边我们又有 k 小过5这一个条件，所以 k 小过5的话呢，rejected。OK，因为我的这一个 k 小过5，好，来，所以我的 k 等于2了。然后 k 等于2的话呢，你的这一个东西，我的 k 等于 2，我的 k 等于2的时候，我这一边我继续做下去，这样我检查了，我才继续做下去。我的 k 等于2的时候，所以我的 mx 呢会是等于 8x 2减 2x，然后5减2会是等于 3，OK，减 3，OK，好。然后我的这一个，它就会变成八括弧 x 减2/16，180咯，OK，180的 square 减，OK，来这一边它的这一个是 negative mod negative，其实它会变成25/8，没有错的话，就跟它题目给的那个东西啊，二 square 本32，然后再加二。然后再减五，减25/8，减25/8，OK。然后我们同样的可以用 Desmos，OK、okay。在这一边的情况，我们这个 Desmos 的这一个，它就有八 x，这一个 square 减2x 减三。然后它这一个是八括弧 x 减180的 square，然后减25/8，你可以看到这两个 graph 哦，其实是同一个 graph 来的，完全 overlap 重叠了。你看这个跟这个一样，完全重叠了。然后它的那个点是这一边，是这样。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的答案是正确的。OK，好，来，题目说它跟这一个东西
它 intersect at two different point。intersect at two different point 的话呢，就 b square 减 4ac 大过零哦，所以在这边它就有 b square 减 4ac 大过零哦，所以在这边我的这一个就有c 的部分，我就有 8x square 减 2x 减3等于 7x square 加 p 减 e，然后我这一些把它搬过来，搬过来，搬过来。所以八减七就剩下 x square 减 2x，来，在这一边我们这一个就会变成 x square 减 2x 减 p，然后减3加 e 就减2等于0，所以我的 b square 减 4ac 会大过0，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 a 是 e，然后 b 是减2。这整个东西是我的 c，所以 b square 减2 square 减 4e 减 p 减2大过0，4加 4p 加8大过0，然后 4p 加12大过0，4p 大过减12，然后最后我的 p 大过减3，所以我的答案是 p 大过减3。OK，so 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p 大过减三。好，来，我们要确定它对不对的时候，其实很简单的，7x square 加 p 减 e 嘛，so 7x square 加 p 减 e 啊，7x square 加 p 减 e，所以我在这一边有 7x square 加 p 减 e，OK，然后 p 我是 drag 的那一个号码。然后我的 p 只要是大过减三的情况之下，你看这些都有碰到两个点，OK，这边一个点，然后它的这个 graph 另一边，那这个碰到一个点，这边碰到两个点，它有两个碰到了，所以我的这一个这样拉去更远的地方的时候，它还是会有碰到两个点，然后。等下来，在这一边，我的这个 x-axis，我让它从减十到十吧，这样，OK，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那它在这边它的这个交界的点，哎，这边这个交界的点在这边跟这边，你看它交界两个点，可是当我的 p 是等于减三的时候，来到 p 等于减三的时候，OK，p 减你减三的时候呢？它只会有碰到一个点，它这一边它只会碰到一个点，这一个，这个是他们教的，这，应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这两个其中一个是它交界的点，这一个它将碰到一个地方啊，来我们看，哦，它其实只在一边碰到而已，这样，碰到一下，OK，没有这一边这样碰到一下，它来到这一边，像我们 zoom 到完这一边。碰到一下，OK，然后可是当我的那个 p 小过减三了之后，OK，它的那个就完全没有碰到了，里面外面分成两层了，OK，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那个减三是它分界点，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答案是 p 大过减三，它会有两个 intersection。对，就是这样。好，在这一边呢，我们的 OA 是 8A，这一边这一个是 8A，然后他给你涂黑这样，你自己要这样写哦，因为你除非你自己涂黑，但是通常我们不写涂黑的，我们都是写这样让老师知道它是 vector，这一题是 vector 来的，它是用 bool 的方式来表达 vector，然后这个是一个陷阱，你自己这样写 8A 的话你就错了，你要在下面那边画这个。符号让你它变成 vector 的样子，OC 是十 b，所以我的这个 O 去 C 这边整个它是那个十 b，这一个是十 b，好，然后它的 OD 是二百五 OC，所以二百五 OC 的话呢，在这一边我的这个 OD 等于二百五，然后 OC 是十 b。
所以它就会变成四比哦，所以这一边是四比，然后这一边就剩下六比。AB 是150AC，所以我在这一边呢，我的这一个AB per AC 等于150，所以我的 AB to AC 会是等于1:5，所以 AB 一 AC 五，所以是十一加四五。好，所以它现在要的是 AD，AD 非常简单，OK。我的 AE 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AD 呢是 HD，HD 就减8A 加4B，这样就可以了。第二个我要是 OB，OB 首先我要找出我的 OAC 先，我的 AC 是8A 减 8A，AC 是减 8A 加 10B，然后我的 AB 呢是150AC，所以它会变成150减 8A 加 10B，所以它会变成减 850A 加 2B。然后接着呢，我们就有那个什么东西呢？接着我们就可以找到它要的是 OB，OB 的话呢，它就是 OA 加 AB。所、so, 以我的 OA 是 8A 加 AB 是减850A 加 2B，所以8减850，8减850的话呢，在这一边我就有8减850，然后它就变成32/5A 加 2B，好，这就是我的答案了。所以在这一边我的 AD 的部分呢，这一边来这一个，我放去别边了，所以我的 AD 会是等于减 8A 加 4B，OB 是32/5A 加 2B，好，来，接着我们继续做下去，好，在这边呢，他说，AE 等于 HAD，AE 等于 HAD，你看 AE 跟这个刚刚的 AD 找到有关系的，EB 呢等于 KOB，KOB，OB 也是刚刚我找到它答案的，然后它现在要你写 AE in terms of HAB，所以我的这一个 AE，OK，BE 的这个部分 AE 等于 HAD。HAD，AD 是什么？AD 是减 8A 加 4B，所以它会变成减 8HA 加 4HB。然后我的这一个，它要你写 EB，so EB 等于 KOB，OB 是什么呢？OB 是减32/5A 加 2B。然后它会变成减32/5KA 加 2KB，好，然后接着它要你找 H 跟 K，这一边你看啊，我们有 AE，AE 是 HE，EB，EB 是 EB，然后这三个连接起来的时候呢，我有的是什么东西？我有的是那个 AE。加 EB 会是等于我的 AB，OK，我的 AE 是什么东西？我的 AE 是 AE 这边这一个，我从这边开始啊，我的 AE 是什么东西？AE 在这边上面这边有 AE 哦，这个是我的 AE 哦，抄下来一下，让我自己。看得比较清楚，这一边这个是我的 AE，然后这个是我的 EB 嘛，OK，这个是我的 EB，然后过后呢，我的那个AB 呢，AB 刚刚在这边我有找到，这个是我的 AB，好，这个是我的 AB。所以我把这个关系写下来。所以我的 AE 是什么？AE 是减 8HA 加 4HB，
EV 是什么呢？减32/5 kA 加2 kB 等于减8/5 a 加2 b，所以我们拿那个 a 的 coefficient 来比较，这个是 a 的 coefficient，这个是 a 的 coefficient，这个是 a 的 coefficient，然后我们拿 b 的 coefficient 来比较，b 的 coefficient 还有 b 的 coefficient，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有减8 h 减32/5 k 等于减8/5，OK。我全部一起乘五，除八，乘五除八，乘五除八，乘五除八的时候呢，这一个它就会变成这一边这个五五月，然后除八的时候八，在这一边它的这一个1888月，1888是32/88月，所以它这一个就会变成减4 h。减4 k 等于减一哦，哇哦！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有4 h 加4 k 等于一。来，接着这一边我就有4 h 加2 k 等于二，这个是 b 的 coefficient。这个是我 equation 一啊，这个是我 equation 二啊，你看我这一边就很漂亮了，我直接拿我 equation 一减我 equation 二，4 h 减4 h 就没有了，4 k 减2 k 它就变成2 k，然后一减二等于减一，所有的 k 等于减1/2，然后我再上我的这一个 k 等于减1/2 into 我的 equation 二里面，我的 4 h 加2乘减1/2等于二。然后4 h 等于3减一，反过去3，所以我 h 等于3/4，所以我的 k 等于减1/2，h 等于3/4。好，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好，来，在这一边呢，其实我刚刚做错了，OK，我再重新做过一下。OK，好，来，在这一个是32/5加 2b，然后这一边它这一个是 KOB。OB 刚刚是32/5 a 加 2b 哦，它是32/5 a 加 2b，它这一个没有减的，这边我做错了，这个做错了，然后这个是32/5，所以它这一个是加，这边加，OK 好，来，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有减 8h 加32/5 k 等于减8/5。然后我全部一起乘五这样的，我刚刚做错了，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个加减我处理错误，这个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就是我月减的部分我做错了，然后这一个就会变成减40 h 加32 k 等于减八，我全部一起再除四的话，我全部一起除四，我全部除八的话呢，除减八188，OK，不用了。我除八就好了，减8540，8432，8432/8540，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减 5 h 加 4 k 等于减一，然后我这一边就有 4 h 加 2 k 等于二，然后我就有 2 h 加 k 等于一，k 等于一减 2 h，这个是 equation two，这个是 equation one，OK。然后我们就做 simultaneous equation 吧，OK，在这一个部分，我上二 into e 的时候，我就有减5 h 加四一减2 h 等于减一，然后减5 h 加四减8 h 等于减一，减13 h 等于这一个减五，所有的 h 等于5/13。然后我的 k 等于一减二乘5/13，然后它就会变成了10，然后3/13，OK，一减二乘这个5/13，然后拿到的是3/13，所以我的 h 等于5/13，k 等于3/13，这样，OK 好，来，
在这一边呢，我的5%是3跟3%是3，我看一下它对不对啊？我的5%是3跟3%是3，我在这一边我可以拿来 check 我的答案。5%是3跟3%是3，我在这一边这一个 H 是那个5%是3嘛，所以它这一个是减8乘5%是3减40%是3A 加5%是350%是3B，然后这一个呢是3%是3，3%是3的话，32乘3，32乘3，然后它就96 per 5×13，5×13，然后它是65。A，然后加这一个3%是3嘛，K 是3%是3，3%是3就6%是3B，然后这个是 AB，so AE 加 EB，AB 加 EB，我看一下这一个是减40%13，然后再加96/65，它会变成减8/5，对的，20/13加6/13，它会变成二，也对，OK，所以应该是对了啦。理论上我这样来检查，拿到它的确是可以的啦，这样，就是这样。好，在这一边呢，它给我 Rx 等于 Px 加 Q，我觉得这一个老师他出题哦有点奸诈，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应该倒反过来，要先做 B 再做 A，会比较容易。OK，so 我的 P and Q if R power n 等于256加255。OK，我这样啊，我就在这一边的时候，其实你看啊，我做 B 的部分先，我的 2x 呢是 RRx，所以它是 R 里面有 Px 加 Q，所以它是 PPx 加 Q，然后加 Q，所以它会变成 P square x 加 PQ 再加 Q。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find the P value of P and Q，所以它的那个 A 的部分不能够做先了，所以我的这一个这一边我的这一个144x 跟这一个比较，然后我的39跟 PQ 加 Q 比较，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就有那个P square 等于144，所有的 P 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144等于加减12。OK，我的 P 等于12的时候，我就有12Q 加 Q 等于39，所以我的13Q 等于39，然后我的 Q 就会是等于3，我的 P 等于减12的时候，它就会变成减12Q 加 Q 等于39，所以我就减11Q 等于39，我的 Q 就会是等于39/11，好。然后它在这一边，它是 R n x 等于这一个加这一个的时候，这一个呢，讲真的，我们就 R 三 x 的情况之下，它是 R 二 x，然后就是说我在 R 里面放这一个什么 P square x 加 PQ 加 Q，然后它就会变成 P square x 加 PQ 加 Q。然后再加 Q，所以它就变成 P power 3 x 加 P square Q 加 PQ 加 Q，然后我的这个 R4x 的话呢，它就会变成那一个 R 上面这个 P 3 x 加 P square Q 加 PQ 加 Q 的时候，它就会变成 PQ x 加 P square Q 加 PQ 加 Q。然后它会变成 P power 4 x 加
PQQ 加 P square Q 加 PQ 再加 Q，这边有一个加 Q 的存在。OK，好，以此类推，这样一直这样推着下去，我的255加256这个东西，他讲我的 P R power n 呢，所以 R power n 的情况之下，我的这一边它就只有这一个256跟255，我现在是 three unknown 呢，OK，就是说我有那个 n 跟 p 跟 q 啊，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 solve 这个东西 for a 的这个部分，它 three unknown 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OK，除非我讲 a 跟 b 有 related，如果它是 related 的情况之下，这样我就可以说，它256，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 p，是我的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是 rx 等于 px 加 q，rx 等于 px 加 q，我的 rx 等于12x 加3，或者是我的 rx 等于12x 减12x，然后减39和11，除减11的时候，我的这个减我要把它抽出来。OK，好，所以我的这一个R3x 不用了吗？RX 是144x 加39哦，RX 是144x 加39，RX 等于144x 加39，然后我的 R3x 会是等于 R 里面有144x 加39，所以它就会变成12144x 加39加3，所以12乘144，12乘144，然后拿到是1728 x 加这一个12乘39，然后加3。然后乘39加3，471，这个不对呀、不能够 relate 的，所以它的 a 的部分感觉上是做不到的，a 的部分我觉得做不到了。然后我刚刚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一个这样做的话呢，它就不对了嘛。所以我的这一边的这一个我就不需要做了，因为我的这个 R3x for 这个 case 呢，它做做做到最后的时候，它也是 1728x 减 1728x，然后这样它这一个加什么之类的，这个也是不对。所以我勉强心里想啊，我的这一个 R power n x 呢，会是等于256x 加255的时候，它这一个256呢，我就心里想256，256等于，然后我 prefab 的话是2 power 8，所以2 power 8x 加这一个是255，我就心里想，如果我的这一个是256它可以是2 power 8，它也可以是4 power 4。它也可以，它可以八 power 三吗？OK，它也可以是那个四 power 四 x 加255。我就心里想哦，如果我的这一个呢是四 x 加某个东西，四 x 加三，四 x 加三，如果我的 rx 等于四 x 加三。这样我的 R2x 呢，会是等于4x 加3加3，16x 加那一个12再加3，然后它就变成 16x 加15哦。然后我的这一个 R3x 呢，就会变成了16x 加15加3，然后它就变成64x 加60加3，然后它就变成64x 加63哦。然后我的 R power 4x 呢，会是等于那个4，
然后64x 加63加 3， 所以它会变成了那个 256x 加432，六四二十四，二十五，252加 3，然后它会变成 256x 加255哦。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 n 等于4，我的 p 等于这一个4，然后我的 q 等于3。OK，但是这样做有点勉强。这样做是，其实它应该还会有别的那种做答案可以做出来的。OK，只是甚至是我在这一边，我刚刚的这一个，如果我的 Rx 等于 2x 加 1，我的 R2x 等于 22x 加1加 1，然后它就会变成 4x 加2加1等于 4x 加3。然后我的 R3x 就会变成 8x 加7，然后这样继续做做做，到我的这一个 others solution，它就会做到 R power n x R power 8x 等于256x 加255，所以我的这一个 n 是 8，p 是 8，q 是1，没有，是 p 是八嘛，n 是八，然后 q 是二，p 是二，q 是一，这边 p 是二，q 是一，二一，这是43，这样，所以这一个它可以有很多种答案呢，我至少在这边就已经修了两种了，OK，所以这一题我觉得有一点点的争议性啊。我自己本身觉得是有争议性啊，因为它有 three unknown，可是我们只有 two variable only，这样。好了，在这一边呢，我甚至还可以做怎样的事情呢？我的 a 的部分，我让它什么？我的 rex 等于256x 加255，所以我的 p 等于256，我的 q 等于255，有错吗？没有错啊。OK，所以甚至是我刚刚的这边，它就，我就有二四一二四八就不可以了，八 x 加七，8x 加七不可以，因为它这一个256不管八的事情，它是二跑八这样。OK，所以没有对啊，rex 等于256x 加255啊，这个 p 直接256，然后 q 是255啊，OK。所以我觉得这题，有争议性了。好，来，在这一边呢，我们有 nonlinear equation y 等于 ax 二加 bx，express in the linear form，在这一边，然后我们找这个大 Y 大 x。这一题呢，我也觉得有争议性哦，因为他没有告诉我的大 Y 是什么，他大 x 是什么，他没有跟我讲，所以我有两种做法。OK，第一种做法呢，我就由 y per x 等于 ax 加 b，这个是最漂亮的。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东西，我不要看这个东西先，我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先。大 Y 等于 m 大 x 加 c，我的 m 会是等于那一个，我不要找 m 了，我直接用那个equation 的方法，大 Y 减8等于，大 Y 减8大 x 减1。等于八减一除那一个八减一，一减减二，八减一就七，per 三大 x 减一就大 y 减八，七 per 三 x 减七 per 三加八，所以大 y 等于七 per 三大 x，然后这一边八减七 per 八，这样，八减七 per 三。八减七 per 三，然后它会变成十七 per 三加十七 per 三，OK，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是可以这样，我的大 Y 是这个，我的大 X 是这一个，OK，所以我的 A 会是等于七 per 三，我的 B 是十七 per 三，然后如果我把它写成 Y per XY。等于 a 加 b 1 per x，
所以我的 y 本 x 等于 b 一本 x 加 a，这样这一个是我的大 y，然后这一个是我的大 x，所以我的 gradient 我的 b 会是等于七本三，我的 a 是17/3，这样甚至是还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那种做法啦。但是因为题目没有告诉我们它的大 y 大 x 是什么东西，所以它可以很多种答案了。好，来，我刚刚的那个 equation 我要 check 一下对不对的时候，我就看这个简单一把有没有在这一条线里面是有的，所以我的这个 equation 我是没有找错了，嗯，对了。好，来，我们继续看第八题，在这边，它叫我们用 graph paper 来回答这一题，然后它是 xy，然后 x power 5ky 等于 p，然后它要我们 log x log y 的那个 table。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它的那个 equation 是 x 五 ky 等于 p，所以我就有五 k log x 加 log y 等于 p，哦，等于 log p，我左边 log 它，右边也 log 它，我 log both sides，就是我这边我 log 它，这边我也 log 它，然后我的 log y power，然后乘是加。所以我的这一个 log y 等于减五 k log x 加 log p，OK，so 在这一边，这一个是我的大 y，这一个是我的大 x，我的 gradient 是减五 k，这个 c 是 log p。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呢，它有 log x，还有这一个是 log y，这两个东西。OK，然后我的这边等于 log log 这一个，好，嗯，我的 table 就做出来了咯，题目要我们做这个 table 嘛，OK，好，这个 copy，然后我们来到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个 table 我就把这个 table 放下来了，这边，paste 在这一边，OK，好。来，在这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我放它24，不然我看不到。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哎，这个这样对不对？这个就太小了。这一边我也要两个，两个，这样应该是写到一个就好了。two significant two cm，这一个是0.1，0.2，说两个小数位够了的，OK，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像 copy，然后 paste 放在这一边，OK，好，这边呢我就不画出来，但是我的计算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step，然后第二个 linear，然后我用 linear 咯，所以0.15。然后0.28，然后0.4，0.51，0.61，0.74，然后旁边这一边0.52，0.72，0.9，1.08，还有1.42，这样，OK，好，我这些都 key in 之后，我按这个 apps 第八个 regression，第一个是 a，OK，在我们的计算机里面呢，你要知道一样东西，就是说我的这一个 a 呢，还有 b 呢是有它的意思，OK，它的 a 跟 b 是什么意思？我等下再来讲，我现在先把我的 a 跟 b 都抄出来先，这个 b 是这个。好，a 跟 b 的意思是什么呢？在这一边，我们有大 y 等于 a 加 b 大 x，计算机是这样，所以我的这一个 a b 是我的 gradient，所以1.512，所以我的减五 k 等于1.512，所以我的 k 会是等于这一个b
这个 B 直接除减五啊，然后我拿到的是 negative 三点多，OK，所以我的 B 会是 negative 3.024，然后我的 log P 会是等于1.5等于这一个 A 等于 A，这个是 log P，这一个是我的 CI 的，这一个是我的 C，这个是我的 M，OK，所以我的这一个 log P 呢会是等于零点，这一个是0.2953，然后可是，在我们的那个graph 那边，我们拿不到0.29，我们拿到0.30，我当它是0.3，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 shift log 0.3，OK，然后拿到答案是1.995，所以我的这一个 P 呢，就会是等于那个1.995，好，就是这样，OK，好，好，在这一边呢，这一个刚刚的这一种东西呢，它其实还有很多种方法做到的。另一种方法是这样，我在这一边这一个，然后我可以 insert，然后 chart，然后它这一个东西，然后过后呢，我们在这边 add train line。然后linear，OK，然后接着就 display equation，1.4989，然后我刚刚的这一个什么 apps regression e 的时候，这一个0.29多，哦，没有，因为它的这一个更准确的0.30。然后我的 apps 第八个 regression，a 加 bx 第二个，这一个是1.51多，这个1.49多，它的这个因为它用的小数点比较多，所以它就更准确的那一种。OK，我不能够跟它的，我跟我计算机输入的。OK，好，这样我只是要让你们知道这一种东西呢，我们其实是可以用刚刚这样的一种方法。是说我用计算机的方法，我也可以用那个什么 Excel 的方法来做了。好，接着 A 的这边它是一个 AP，arithmetic progression，它的 fifth term 是 three times the second term，so 就是说我的 T5 等于 three times of T2，show that the sum of the eight term is eight times the sum of the first four term。OK，好。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的这一个T5 等于3T2的时候，我的 T5 等于3T2，T5 是什么？T5 是 A 加 4D 等于 3A 加 D，然后我就有 3A 加 3D 等于 A 加 4D，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把这个绑过去，这个绑过来，所以我就有 D 等于 2A。这个是我第一个 equation，它叫我讲 sum of the first eight term，sum of the first eight term 就 S 八了，八百二，2A 加 7D，八百二的话呢，这个越减它会变成四，那我再跟它乘进来，它这个就会变成8A 加28D，OK，然后我把我的 D 呢变成 2A 这样收进去，所以它就会8加什么？这边我 mod e 回到原本了，8加28乘2，我拿到的是64A。然后我的 S4 是什么？S4 是420，2A 加 3D。然后我在这边我可以越减2，然后我再跟它乘进去，然后2244A 加 6D。4A 加 6D 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是 2A，所以622，12加4，16A。然后我的这一个东西，它其实是4乘以 16A，也就是4个 S4。OK，sure。OK，好，我就做到了。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再一个 experiment，它有 speed of racing car over a distance of 1 km，然后
first second 的时候，它10米，每 second 1.5 times the distance for the previous second。OK，所以我的 A 是10，我的 R 是1.2。The distance that is covered at the 8 second，在第八个 second 里面，OK，不是 until 八 second 啊，OK，就我要的是 T8 的话呢，它就是11.2 power 8.1，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10×1.2 power 7，我拿到的是35点。这一个，所以在第八 second 本身呢，它走了35.83。如果我要找的是 S8 的话呢，它就会变成10×1.2 power 8.1，然后1.2减1。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就有10万弧1.2 power 8，然后减一，然后下面是1.2减1，然后拿到的是160多。OK。是，我觉得老师要的应该是这一个，我觉得他应该是这一个，应该不是这一个。好，来，the time 在 SPM 你不需要的时候，你两个都写，OK。然后那个考官呢，他就会给你对的，然后另外一个他就帮你删掉。你不要删，你给考官删。虽然讲在考卷那边他讲啊，你不确定的东西你自己删掉它。可是我自己本身懂改考卷的规则，你删了，其实是对的，他也不可以给你分。你没有删，你写两个，一个对一个错的话呢，他要给你对的那个的分数。The time in second need to cover the whole journey，就是说我的 SM 是要大过或等于1000米，OK？因为我的 1km 是等于1000米，我就有 A 是10。然后这边是1.2 power n 减1和1.2减1，大过等于1000，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这个是0.2，然后十除0.2，在这边十除0.2，他拿到的是50，所以他这个是50，1.2 power n 减1，大过等于1000，OK。在这一边，这一个是十除0.2，或者是我在这一边我的十，然后1.2减1，然后它是50，所以我的这个50是这样来的。然后过后呢，我这个除50，就我1000除50，1000，然后除50，它会变成20咯。OK，它会变成20咯。OK，好。这个它是20，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它就有1.2n 减1大过等于20，1.2n 大过等于21，然后我就有 n log 1.2大过等于 log 21，所以我的 n 会大过等于 log 21和 log 21.2。OK，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这个是 log 21 over log 1.2，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16.69，OK，所以我的这个答案呢，它就是 n 要大过等于16.69 second，所以我这 n 等于17 second 咯，OK，so 我们这一题我们有另一种做法是这样的，如果我要用那个 Excel 法来检查的话呢，它第一个是10嘛，然后1.2嘛。十等于上面的乘1.2，这样，然后我的这个这样继续乘下去，然后我的这边呢就等于这个加这个，不是，这个是第一个是等于这个，第二个是等于上面的加旁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你看。这样继续做下去，就我们刚刚讲它第八 second 的时候呢，是35.83跟164.99，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35.83跟164.99对了咯，我的 equation 其实是对的，所以我在这一边第17的时候，
第十 T 的时候，它就超过1000了。第16的时候，它没有超过1000。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 insert 这一边，我给它一二三下去，这一个这样，到18，然后我们的这一个东西放给它，然后再来这样。OK，好。所以这个我觉得我就不需要，可以了，我在这一边我抄给他一下。OK，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表来看得到，它是第17的时候这一边，它就超过了这一边。OK，好，在这一边我们有一个三角形 OAB，O 是00。它要找 area of 三角形 OAB， so area 非常简单嘛，102 modulus，它就逆时轴00减6减8，42再回00这样，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下下下，然后再来上上上，所以它就会变成102 modulus 减12，然后减加8432。然后它就变成 modulus 20，然后它就变成 10 cm 是吧？OK，它没有讲 1 unit 等于 1 cm，我当做 1 unit 等于 1 cm 吧，不然它就不会变成是 10 cm 了的咯。OK，好，来，接着我们在这边他说，find the equation of 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B。Perpendicular bisector of AB 的时候，我的 gradient of AB 呢会是等于那一个二减减八除四减减六，二减减八四减减六，二减减八十，四减减六十，所以它 gradient 是一。So 我们的那一个gradient for perpendicular 呢会是等于减一，为什么呢？因为我的 ME 乘 M2 会是等于减一啊。然后它的 midpoint for AB 的时候呢，我这一边它就有一个 midpoint，midpoint 呢就是它加起来除二，所以我就有四减六除二，然后二减八除二，所以它的这个 midpoint 是减一，然后减二减八减六减三，减一减三，所以它在这边它的 m 是减一减三，OK，向前走五个，向前走五个。向上走五格，向上走五格，所以我经过的点是减一减三，所以我就有 y 加三等于减一，x 加一，所以它变成减 x 减一减三，so y 等于减 x 减四，so y 等于减 x 减四，好，y 等于减 x 减四，这一个是零的，好，然后在这边它有。Point C, line on AB, 然后 BC is 二百五 AC, BC 等于二百五 of BA, 所以我的 BC 等于 BA 会是等于二百五 BC to BA, BC to BA 会是等于二百五 BC to BA 是二百五，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去心里想。我的 B 是减六减八，我的 A 是42，然后 B 去 C 是二，B 去 A 是五，然后这边就三了，这样哦。OK，好，来，接着我们要找 C 的点就很简单了。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那一个给它是 XY。所以我的 x 等于二乘四加三乘减六除二加三，我的 y 等于二乘二加三乘减八除二加三，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什么二乘四加三乘减六，然后再除以二加三是五，所以我拿到是减二。然后过后呢，我的这一个二乘二，然后再来三乘减八，
然后我拿到的是减四，OK，所以这一个会是等于减二，这一个是减四，所以我的 c 是减二减四。来，我们在这一边我们可以检查答案了，OK，在这一边我们可以检查答案，这一边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检查答案，然后那个也是这样，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检查答案。然后他检查的答案的方式是怎样啊？你看，在这一边的时候，他的这一个是我刚刚找到的是减二减四，所以他在这一边他向前走四个，然后减二来这一边就向前走六个，四跟六，对，减八来到减四向前走向上走四，减四到这边向上走六，对，二图三二图三，对了，好。来，D 的部分呢？A point P moves that is distant from B. OK, PB is always twice of A. 然后我的 P 我给它是 x1，然后我的 A 是那个四二咯，然后我的 B 是减六减八。好，这一个是 locus 的。OK，好。这边呢，这个呢，基本上没有什么难度了。这边我们就是用那种平时的那个 equation 的方法来做下去就可以了。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 PB 就 x 减减六，x 加六的 square 加 y 加八的 square 的 square root 等于二，然后 x 减四的 square 加 y 减二的 square 减减六变成加六，减减八变成加八，然后它就会变成 x square 加12x 加36加 y square 加 16y 加64等于四，然后 x square 减 8x 加16加 y square 减 4y 加4，OK，主要是我左边 square 它。右边 square 它这个是二 square，所以我把它乘出来，它会变成4x square 减 32x 加 4y square 减 16y，这个加上来是20乘2，哎，20乘4就加80，然后我这一边的这一个造写，然后我把我这一边的全部都跟它搬过去。所以它 4xy 减 3x 减 xy 变 3xy，减32再减12，减32减12，它会变成减 44x 加 3y square 减 16y 减 16y 减 32y，然后我在这一边我有80减掉64再减掉36，然后它会变成减20。减20等于零，好，这就是我的答案了。好，来，我们继续看第11题，在这一边呢有 isosceles triangle，这边是二十二，这是18，然后他要找 PQS 的那个角度，OK，还要我找 PQS 的角度，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可以找这个角度，对，我的确可以找这个角度，为什么呢？我看整个三角形，我在这一边，我这整个三角形我看完它，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三角形，这一边，然后我这边有 P，这边有 Q，这边有 S，然后这一个是12，这边是20，这个是18，然后我要的这个是点八，所以我的这一个18的 square 等于12的 square 加20的 square 减2，12。20 cos theta，OK，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我们其实要找那个 cos theta 很简单，我的 cos theta 呢就会是等于这一个在这一边这样，它就会变成了12的 square 加20的 square 减18的 square。再除二乘十二乘二十，所以它的答案是124，这个是我的 cos theta。然后我的 theta 的话呢，它就会是 arc cos shift
cos 这个11/24，然后我拿到的是62.72度。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角这一个 PQS 就会是62.72度。OK，是的，A 的部分解决了。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这个是 AE，然后他要我找 QR 的长度，所以刚刚这个是62.72，这个是62.72度，等腰对等角，这两个都是在这一边，所以这一个呢就会是等于180减掉两个这个180。减掉2×62.72，然后拿到的是54.56度，这边是54.56度，所以我用 sin rule 这一个我给它，这个是 QR，所以我的 QR 除它对面 sin 54.56，然后等于12除这一个 sin 62.72。所以我要找 QR 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直接这一个12/sin62.72，然后再乘 sin54.56，所以我在这边我拿到的是11.001，所以它的答案非常漂亮，所以我的这个 QR 会是等于11cm，所以这一个是62.72度。这一个是11cm，11.00cm。好，这一个是我 B 的部分，A2 的部分，这个是我的 A2。然后接着我的 A3 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要找 area of the triangle PQR，area of triangle PQR 这个非常简单啊，这一个的情况之下，我的 area 就120 AB sin C，12/sin54.56，OK，所以在这一边我就有120，然后乘12的 square，再乘 sin54.56，然后我拿到的会是等于58.66，所以它答案会是等于58.66cm square。来。接着再来的这一边的时候，他要的是什么东西？他说 the line PR rotated anti-clockwise 逆时，然后 PR is parallel to QRS，PR is parallel to QRS，在这一边的时候。QRS 就是这样转到这一边，跟这一条线平行，这一条线转到跟这条线平行，OK，然后这一边是12，这个也是12。Calculate the area of the trapezium，OK，好，在这一边我要找 area of 这个 trapezium 的时候呢，你就心里想啊，在这一边这个是我转过来的，这一个是我的 R prime。我这个是12，这边是20，我们的 area 是 120 AB sin C 而已嘛，非常简单嘛。所以我刚刚的这个 area 我找到的是58.66，我的 area 等于58.66是我的这一个什么PQR 的这一个58.66。都在这一边的时候呢，你心里想，我还有这一个 height 的存在，我的这一个 height 的存在呢，就是我的二分之一乘以 base 就是 QR 11，再乘以 height 会是等于58.66，它的 area 58.66，它的 height 呢会是等于58.66乘2除11，所以我们在这边58.66，然后乘2除11，我拿到的会是等于这一个10.6多，OK，所以我的 H 呢会是等于10.6，
六七，所以我的 area of trapezium 呢，会是等于二分之一上加下乘高，二分之一12加20，再乘以它的 height 10.67，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是120，然后再乘32，12加10是32，乘10.67，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这个170.72。所以它的答案是170.72，so 这一个是我的 B，170.72，好，就是这样。好，在这一边呢，它有 price index for A、B、C，这一个是 index of 08 raise 06，这一个是 index of 10 raise 08，然后这个是它的 weight，calculate the price of item A 是这一个。0608 if price of 08是这一个，所以我的这一个 item A，我的 price of 08是26，我的 index of 08 base 06是105，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26的 price of 06乘100等于105，所以我的 price of 06呢是26乘100。然后再除以105，OK，我把我的这一个乘上去，这个除下来，26乘100除以，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这一个26乘100，然后再除105，然后我拿到的是这个24.76，所以我的答案呢会是等于那一个24.76，OK。RM 24.76。B，find the price of B，OK，B 它的那个index of B 10 base 06，so 我的 index of 那个08 base 06是115，我的 index of 那个10 base 08是140。So 我的 index of 那个什么，10 base 06的时候就直接115乘百四除100，我知道它年份顺着的，我就可以直接乘了再除100，这就是我的答案了。所以我在这一边，我这一个就115乘140，然后再除100，然后它的答案是161，所以它答案是161。好。然后，当然，在这一边呢，你也可以做那种所谓的 box method 的那一种，就是说你在这一边，你有0608，然后0810，然后0808这边你就放，没有，等一下，来，我弄错了，这个应该是0810，0608，大的年份上面，小的年份下面，0808这边100，0806115，然后1008。是140，我要找的是这个交叉乘，所以115乘140除以100也是可以。好，C 的部分，他说 composite index of 08 base 06，08 base 06是111，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的 i 08-06再乘 w 105乘5，所以我的105乘5，我拿到的是525，然后我的115乘3，115乘3。我拿到的是345，然后这个是120M，所以这个是 M 加8，这个是 sum of W，然后我的 sum of IW 呢是 120M 加刚刚的这个是525加345，啊，525加345，它这个是870，所以我的这一个呢，它就会变成了 120M 加870除。m 加8会是等于111，等于111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好，来，在这一边这一个就是我的 C 的部分了。我把我的这个乘上去，我就有 120m 加870等于111，然后 m 加8，所以它变成 11m 加888，然后它是 120m 加870。然后这个减这个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 9m，然后888减这个18，所以我拿到我的 m 是等于2。
设 m 等于 2， so 在这边我的 m 等于2的时候，我检查一下 ，so 在这边 m 等于 2， 我的 m 等于2的时候，这个是我的 w， 然后这个是我的 w， 这个是我的 i， 然后我就等于这个没有，这边这个就弄错了，这边 OK， 这边就这个。所以我在这边的时候，这一个是等于这个乘这个，然后一样，然后在这一边等于三这一些，然后那是这样，所以110，所以我的这个 x 八会是等于这一个除这一个等于11，这样我的答案是正确的了。然后接着呢，在这一边 D 的环节是什么？Total money expend of 2012，2012是672，2012是672。Total money expend of 2008 increase 20% from 10 to 12。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08 to 10，我懂它08 to 10吗？没有。OK，所、so, 以这一个其实是我的 price of 12是672，这一个是我第一个 information。OK，这一个是我第一个 information。然后过后呢，它还有什么东西？它说它要我的 price of 08。然后他告诉我，他10到12的时候，就是我的 index of 12 base 10是120，它增加20%吗？是120。好，这样的问题来了，我这边有一个，我这个 gap 是什么呢？我的 index of 10 base 08没有，所以我的 index of 10 base 08的时候呢，这一个是108嘛，刚刚这一个是008。OK，所以10008的话呢，这一个是，我这样吧，我把这一个东西跟它抄出来，会比较漂亮的那一种。OK，这一个我把它抄出来，10008，在这一边，这一个是这样，so 这一个，so 这一个是 i of 10 base 零。然后我们这一边呢，就有 IW，OK，、okay, 等于这个乘这个，OK，等于这个乘这个，所以是这样。然后接着的这个呢是这样，对吧？我就先跟你讲。哦，我拿到一。这个是532，这个也是120140130哎，在这边525，怎么来的？这个我这边敲错了，它应该是这个，应该要用这个120140跟113，哦，所以它是128，OK，所以它是128。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表。这个表我需要自己做出来了，OK，然后它是在这一边，我这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的这个 index of 这一个东西呢，它就会是等于什么？刚刚这边是10，这个是1280，所以1280和10等于128，然后我的 index of 12 base 08的情况之下呢，就08101012，所以它是直接128乘120除100，所以我在这一边128，然后乘120，然后再拨100乘120，再拨100，所以我拿到的是这一个153.6，所以它是153.6。So 我的那个price of 就672
除以 price of 08乘以100等于153.6，所以我的 price of 08会是等于这个672乘100除153.6，所以我在这一边它就是67200，然后153.6，所以我的答案会是等于437.5，所以它答案是437.5，所以等于 RM 437.5。就是说，他在08年的时候，他的费用是437块半，然后可是他去到了那个什么12年的时候，他就变成672块了，就是这样。OK，这一滴滴超难的。OK，他就要你找 composite，然后又要这样做。OK，好，